现在请继续欣赏第二个节目《舞蹈我的祖国》。这首歌一听了就会受感染，心情澎湃，热血沸腾。在60年代的时候，这首歌曾经激励了多少中华民族的海外儿女投身到祖国的怀抱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把自己美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。经典民歌《我的祖国》再次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时代画面呈现在我们眼前，为我们美丽而强大的祖国唱起来，舞起来吧。编舞刘树琴老师，演出单位香港侨友社舞蹈团。